廉署报告批评工务局偷步，在青州整体规划未出台之前率先批准青州山附近建筑的规划条件图。运输公务司司长罗立文被传媒问及到如何处理问题，会否同下属进行沟通等，他就拒绝回应事件。我哋会睇，但系我会评论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呢样。有冇啲问题？会唔会停咗呢一个规划条件图嘅批出先？嗱。規劃條件圖不是我出，但是這樣我不會評論。如果我做任何事日後你們會知道，但是這一分鐘我不會評論，我不是公務局局長，我就不會評論這件事。